大家好，我是老表。今天呢特别的热，但是今天是大潮，因为准备到清明节了，想去海边打点那个车费，我去今天呢跟他游过去了。那我们现在趁这个潮水合适，我们要赶紧去了。这个天气的话，水应该也不怎么清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出发了。终于找到了，哦，现在守了半个小时，呜呼，终于这条的话，这条应该够车费回家了，过节了，哦，这条应该有，自己估量一下，应该有可能六七斤吧，六七斤左右。哦，好累啊！现在蹲守这么久，终于，哇！今天有点小发财哦，今天的、哦，哎呦，亮亮亮！赶快把它收起来，等一下跑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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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亡翻滚！哎。看不清楚，不知道是有多大，反正是鱼好像。小石斑，我以为很大。
它一般，这条一亮，哇，差点就拉不出来。发财了，今天啊！相机收音出了问题，真尴尬。现在已经上岸，阿友还没有上来，再等等。已经到家，好开心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